자, 클립! 결해! 자제! 各位乡亲，各位同心，大家早安。早起吼，早起我来会馆的中间吼，我感觉吼，从一件小事情，咱就会使看到讲，现主席这个流氓政府做代志有认真无认真呐。我想平常。咱都会使看到路边吼，有那个清道夫吼，咧扫涂骹有无吼？啊，穿一领迄个安全背心，吼，啊，拖一台车，啊，顶头插有插一根旗子，吼，比较显眼的旗子。啊，欧巴桑啊，欧吉桑在遐拖车呢，在迄个路边清扫，啊，是讲中央迄个安全岛。哦，扫地。啊，其实迄工课大家凊彩想嘛，知影足辛苦的。但是我经过的时阵，我咧想讲，为什么他们没有设立一个安全的工作范围？就是讲，你第一个路边做工课时阵，伊这个政府那无去想着讲，这人底下。做工课其实足危险的，因为学倒摆在遐搭走来走去，车嘛在遐走来走去，大细台迄速度拢足紧的。啊，这个人在遐做工课，啊是讲这群人在遐做工课时阵，我就感觉讲哇，他们的工作好危险哦。啊，是安怎这个政府无去好好想讲要去规划一个他们安全的工作范围？我想您了解我的意思，譬如说他在那坐坐，那可能是不是要有一个安全的标志，还是怎样踩在头前他的50公尺甚至100公尺头前，提醒所有的摩托车还是车经过那时候说，哦，头前有人在做工作，那这个才是说，这个才是一个你去保障他生命安全一个最，你做一个政府最基本的工作你要去做，不是讲这你的工课，你去扫涂骹，掉下来的树叶，还是人家那个路人随便乱丢的烟蒂、纸屑，啊，你去扫扫就好，啊，就代志拢无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也在看讲，这个政府认真无认真，因为他因就拢坐伫办公室嘛，吼，啊，钱领领都无代志嘛，啊，扫涂骹是叫恁去扫就好啊。但是我感觉讲。我们去看这个政府做代志有认真无，安尼就看得出来啊。我们这些以后，我当场的反应就是讲，后边咱执行了后吼，这些人的生命安全一定要做最基本的保障，你那个安全机制要把它设出来。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发达，有很多那种安全机制，那个灯不是讲啊，凊彩插一支那种三角的警示标志就好了。哦，我们可以去想说，要安怎去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才袂讲有当时报纸去看到，讲扫涂骹扫一半去有车撞死。哦，常常咱拢加减会看到，啊，然后呢，再过来呢，没有下文啊。啊，我嘛无看过讲撞死了后，政府有啥物任何作为说，哦，我讲的政府是即马迄个流氓的非法的政府啦，他有没有做任何的改进？没有啊。那就弄一个对于来讲都没差，所以我刚刚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去看到，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认真在做事情，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命安全，他根本不在乎，就是说我这是我大家做会做工作的同事，我们要去听受他的生命，我相信这些人他家里有母有翁有孩子，甚至可能还有年长的长辈，他要去照顾。啊，一个人的生命若无去，这种影响有多大？我想，不是讲干呐，讲哦，伊今仔日减碳遐个钱尔。
那抚恤金能够拿多少？给给几十万嘛，对不？阿姨，迄这样扫涂骹，也毋是讲像因迄一挂所谓的大官哦，足侪钱，那抚恤金一定很少。哦，所以后边咱咧做工课，我也希望说，欸、大家有共同的这个同理心，咱后边咧做工课咧。在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去想，哦、我鼓励大家，然后那请大家一起来啊，来共同思考，共让你们不要乱去改变这个生活环境跟工作的环境，哦、我感觉这足重要诶，因为这是咱对人上基本的尊重。你若无基本的尊重，对这些人无基本的爱心，不管是跟你做伙的同事啊，或还是讲以后我们要服务的这些人民很。来说，那么无上基本对这些人的那种基本的爱的出发的话，做代志就做不出来啊。所以早起我咧看的时阵，因为我今早就出门啊，而且早上的天气真的很不好，嘿吼，拢蒙蒙啦，啊个落雨，其实视线非常的差，整个看过去是灰色的一片。啊，这么危险的工作环境，这些人。我们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保障他，谁要来保障他？啊，现主席流氓政府，我看是免甲因硬忙啊啦！吼、哦，因绝对，那讲实在，因啊听有听到我这句话，听伊往那耍啦，伊袂去讲进一步要干什么啦。那这个就是一个他整个体制里面的文化很糟糕的一个文化，经营做代志就无认真的，所以咱经营阿变，我们以这个为。好、哦，来告诉自己讲，咱阿伯爱做的代志，工课正实在是足多哈，那要花很多的心力。但是我觉得这是咱应该做的代志，咱就拍拼落去做哈、哦。啊，过去，自从1947年、49年，中国国民党那群难民、那群被打败的军队来台湾以后哈。经营，咱讲起来吼，60几人来，台湾的规个文化、规个社会水准，全部被往下拉，气质全部被往下拉，被糟蹋的一塌糊涂。好、哦，啊，我转过来就是用慢慢要告诉各位，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面临的什么问题？我讲一件上简单的代志就好，就因咧去。起一寡公共建设，哦，起这条路，因就是说，如果你跟他们的官员有关系、有挂钩，端午那无拄到你的土地，你就使去甲伊讲。公共的这条路就开喺领导的头前，你的土地的头前，这样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这个就是他的文化一直在台湾弥漫之中，啊，这些人。有当时啊，哦，伊嘛是他们这些都是条件交换呐、啊，对不？伊若讲我要去这条路，啊，伊就看讲这条路无去经过引导，伊就跑这些地方的条啊卡，伊就会走去讲啊，你一定爱吼、哦，我的地遐啊，无你去刷100公尺、200公尺，啊，我经过我的土地，安尼我他你来征收我的土地，然后他们做这种条件交换。地方的官员一定会说：“好啊，无问题啊。后边吼选举吼，你就要支持某咪人啊，你就要支持我啦，支持国民党啦，然后支持某咪人啦。哦，我的什么人，什么人安怎？哎，伊就要选举啊吼，啊，无你甲支持者，啊，这路甲你小可改一下袂要紧。啊，很主席，这种就是整个政治文化被这种交换式的思考吼，落去一直在破坏当中。”那这个破坏当中牺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民百姓的利益，真正的利益，我们全部都被牺牲掉了。哦、被摧残了67年，到现在今年满68年。哦，啊，你若讲像讲这种教育，那也是很糟糕。但怎样讲，很主席所有的各级学校，他教的都是什么？中国文化啊，拢无甲你教这种。真正好的东西啊！你光是你刚才听一个好好的名，你就知影啦。哦，什么，弄什么中山啊？迄种当然可能有人就是读遐好，但是我要讲就讲，
其实你对你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不断的在灌输你这些东西，啊，他没跟你说一个真，所以说跟地方结合的东西，像说我说最简单就好，以我新店州，我就希望说后面我新店州一定最少要有一间大学的名字叫做客家文化大学，因为新店州主要是客家族群很多嘛，哈，啊，我干嘛讲这种名字？就是说，你如果你若无讲跟地方做一个结合，哈，咱的人吼永远对我们的地方不会有感情。你永远就是你读的物件，是讲地方的那些地名，咱小弟拢会讲到，什么中山路、中正路，我要请教各位，恁敢有感情滴？无啊，迄是一个名尔嘛。什么复兴路要复兴啥？迄复兴恁兜啊，甲阮兜哪有啥物关系？什么接收路，迄拢无啊。伊拢用即款名，啊，结果造成讲，其实咱对地方的感情愈来愈浅。咱无迄个真真正正迄个心讲啊，我今天吼，我要来地方这个社区，我来打扫，我为社区建构一个很漂亮的家园，做一些景观的设计，无啊，啊，凊彩啊，反正这条这个街名是中山路啊，啊，结果你今嘛去甲全台湾看吼，我甲你做保证吼，去甲全台湾吼，四个拢中山路啊，那有哪一条让你觉得说它的街道很干净的，或是说景观很整洁安尼？无啊。啊，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这整个政府的规划是不对的，再一方面就是讲，咱的人其实对遐根本就无感情嘛。啊，无感情，你敢会讲想讲要甲，好像你的情人、你的先生太太一样，你若讲对这个家庭无感情，你敢会讲去努力打拼呗啊？同款意思嘛，哈。所以这些我们是在被摧残当中，那种无形的影响力也无感觉。但是它确实齁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咱的囡仔比如说很多事情他也没有感情啊，包括你看哦，我注意到齁，这个影响齁很深，足深的。你若讲白白，咱讲国外西方世界的囡仔齁，还是咱讲咱那边这边日本这边的囡仔，他是在陪你看他的美术课，你看他的美术课齁。哦，我看因迄个画图吼，就很丰富、很漂亮。小学生，甚至到中学生，因为他那个在自由发挥。啊，结果我看到台湾囡仔画啥，恁知无？画一粒梅花啦。我看真足艰苦诶，我画一粒梅花啦。伊感觉伊自细汉就看这个物件，啊，无你去画迄个车轮摆，迄个车轮。啊，我刚刚讲足可怜，咱台湾奈安呢？所以就是他其实吼，小孩子也好，跟成人也好，其实从无形当中吼，我们很多那种好的思维、好的一点潜力吼，都被抹杀掉。所以吼，我们台湾其实吼被摧残得很厉害。包括你看，迄阵真侪人，日本时代真侪人其实有日本名，因为已经规划成为日本皇民了嘛，吼。一来就给你规定说你日本名一定要改嘛，哦，这个在我家庭也有发生啦，因为我阿公，我那代他们都中是日据时代的，那他们其实就要请问阿姨，因为都日本名，日本名结果你要强迫被改啊，被改掉以后这个根就不见了，根就不见的时候呢，他就继续给你摧残，给你糟蹋，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过了一代过一代，可能老一辈那个感觉较清楚，但是一代过一代吼，拢无感觉啦。啊，感觉安尼就好啊，还不错啊。可是我们认真想起来，咱若去国外比，正经输人足多啊。像讲，阮即间去日本吼，阮去看迄个，我们一出机场吼，迄个路吼，拄好阮一车，啊，我甲另外三个酒店坐做伙，啊，阮一看就讲，哦，大家马上。一看说哦，人迄路吼铺了足水足平，好，然后那个交通号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讲，咱
其实我们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啦。哦，啊，像迄个咱常讲，迄个路，咱反正即马一出去吼，迄路的拢无平啊。然后他那个铁盖子有无吼，拢凹凹凸凸啊。我有找到一张相片，我今日无查来。迄日本吼，迄个涂骹是平，包括他要盖那个下水道，迄个铁管吼，拢是平，它是跟柏油路是平的。啊，这种情形。我们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无甲人比较，咱拢唔知啊。咱拢想讲哦，台湾迄路安尼铺是正常的啊。啊，车我都摆赛过就蹦起来蹦起来，所以台湾的车损耗率最高啊。那我们就是要去比较，我是简单举这个例子，咱一定爱做去比较。咱无比较，咱就唔知讲到底我们被咱红糟蹋到偌厉害哦，包括。一个咱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包括啥嘿？上重要社会空间是就业的空间。咱的就业空间拢很压缩啊，20%、30%的人在截取咱台湾村的70至80%的人的财富跟生活空间。我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子，好，健保。健保因看拢免钱，那些所谓农民、中国难民看拢免钱，大家拢免钱，不但免钱，病床随时拢有，搁来去迄款大病医好因。台北到高雄，到位无农民医院，恁甲我讲，啊，摕药啊拢免钱，摕药拢免钱了后，他这个是不是其实咱咧拿的健保钱？就是在拿给他们嘛，在帮他们付钱嘛。啊，付钱了啊，我们的空间有没有被压缩？有，因为咱的人要去看病时阵吼，那像秘书你有咧讲的，咱无病床，啊，因吼不但有病床，药啊搁凊彩摕。哦，因为咱之前有同心，伊是咧做护士，伊就讲吼，哦，你无给药啊吼，伊足歹的哦，遐一挂老啊吼，难民足歹的。然后他拿一大堆药干嘛？伊家己嘛无一定咧食，拢摕去中国去卖啊！啊，即个资源、即个财富，咱台湾是滴滴互因被压缩，然后一直被这样子豪取豪夺，滴滴家己摕走，所以咱的钱拢无去啊！啊，囡仔要就业，我讲现主席建议咱也要去食头路，真侪囡仔要去食头路。叫囡仔做，还是讲大人咱家己要去吃头路？其实我们都很愿意去做，但是有没有工作给你？没有啊，起码头路足歹找，我知影。而且薪水一直在降低当中，20年前的薪水，咱平均的财富 GDP 够25,000美金，现主席的，凡是差不多15,000，甚至吼，这10,000顶下啊，尔。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一直在被压缩，咱家己都无感觉呢，只是觉得生活越来越苦啊，好像一直被压到咱的人迄个志气都无去啊，无去了后，你会感觉讲啊，不要紧啊，我较拍拼做着有啊。这即卖现主席的问题，不是讲你较拍拼做着有，是你要拍拼做你嘛无呢？那这些财富就是那像我咧基金报这个例就好。以前他在一直在那里给他们诉悔啦，哦，一共什么健保二代要创，啊，跟你讲规大堆要创啥，就是要跟你起价啊，足简单的呀，啊，起价要创啥，因为我把他们的那些错误的政策全部修改掉，那些农民那些所谓公教人员根本就应该付健保，然后真正付不起健保的人，伊无去救。像我之前我就讲，迄真侪人伫外口咧卖玉兰花，啊，有阿爸、阿爸送，还有你送，半暝搁伫遐贴迄个纸板，啊，是咧卖保特瓶，因咧捡迄些资源回收。姑且不论讲因是毋是讲今仔日家己欢喜甘愿要去做运动，还是讲伊着做惯习，反正伊嘛残几啊地残桥啊，咱毋知那个不管，但毕竟那个还是少数，遮个人拢健保拢拿袂起。结果应该咱的主管提起起下不三不四的人，黑人拢免钱，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空间完全被压缩，咱家己都唔知道，甚至残害到我们的
不但子子孙孙，天主席咱真侪人拢受到残害。啊，遐个人，伊健保，因健保钱拿袂起，要安怎？伊就无法度看病啊！啊，无法度看病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政府，天主席迄个伪政府，绝对袂甲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伊敢若知影讲，好，我即马健保，是的，我即马健保要甲你起，起济。我而且我可以跟你们保证，他今年绝对还有年终奖金。我昨昏我才跟副议长，我去中立一个所在，我那跟一些上去演讲，我就说哦，你这些健保，压力一点给你去，他的我有一个很深感触的讲。咱的健保吼，其实吼，我等一下也会讲到，应该全民免费，而且吼，你做一个健保局的人的思考吼，这种思考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讲，只要是为了国民的健康，我一定要保护他，赔钱你也要做，是不是安尼才对？你这些人拢爱照顾啊，哎，我马上拿健保费拿袂起。啊，正经爱国，无应该爱国的，过一大堆，过乌咱的钱。那那些人付不起健保费，大家拢知影，伊就甲你锁卡，对不？啊，锁卡，那临时临时伊要看病，要急诊怎么办？你这根本是摧残人民，不但摧残他的自尊，还摧残他的身体跟健康。所以，咱后边。健保绝对是免费，哦，家里的乡亲、家里的时代、家里的囡仔，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哦，赔钱也要做。你这不叫合作一个政府，很主席这里不是政府啊，那像美国来讲，它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啊，它根本不管你任何的生命、你的安全、你的。应该所有的咱做一个人基本有的这个尊严拢无甲你迄、那个，啊当然咱袂使甲硬忙啦吼，咱现主席开始就是讲爱做咱家己的工课，啊一条来，然后就讲吼、哦、过几样，我们被摧残的很厉害，大家都没有感觉，那我希望就是讲透过过这个过程当中，请大家来上课，慢慢去发觉，慢慢讲甲大家叫醒，啊恁。毕业了后，去到外口，甲你的朋友亲戚，咪使去讲，吼、哦。啊，伊若甲咱当作啥，甲咱当作啥物嘛，袂要紧，因为咱讲的是事实。像阮出去人嘛，甲咱当作啥，讲这哪有可能，吼、哦。但事实就是这样子啊，哦，咱若这步路继续落去行，绝对很快我们就会成功了。而且我们要提醒这些乡亲、吼、哦、父老兄弟姊妹，咱来甲提醒讲。咱的正经子孙拢，咱的生活空间拢互压缩掉的，大家拢唔知道，哦，所以我头头简单讲只几个例，就是讲，咱来去了解讲过去咱是安怎红的开了后，回头倒转来看，很主席，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改变？如果没有能力去改变，各位也在动作讲啊，我伫遮吼发表一些怨言就好了，啊，公共公所啊无代志。啊，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当我讲完这些事情以后，咱上届口干嘛讲？咱确实有可能接种哦，真有可能，甚至是100%有可能来照顾咱家己乡亲时代时阵。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带起很多很好正面的东西的，哦、啊，你得，拜拜。因为张宏公就顾而公啊少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咱来去了解，比咱来像咧做科学实验一样做那比对，过去不好的事情，现在我们有机会来让它变得更好，哦，这绝对不是一个梦。哦，这就是我头头咧讲，就讲，现主席吼，真侪所在吼经营艰苦人足侪。哦，秘书长嘛一再强调讲，囡仔后边吼，像讲迄个很主席，咱有这个小孩子，大学都要很多都要助学贷款嘛，吼、
这嘛是跟健保，其实我觉得很类似的东西，就是讲，伊囡仔就是无钱，伊唔知爱甲你借钱去贷助学贷款，哦，爱毕业了后呢，你可以慢慢还，袂要紧。但是你竟然跟他要求利息，那有这款所谓的政府，你应该是好好照顾这些百姓，讲至少我觉得上起码你爱还讲你助学贷款免伊的利息不用钱，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我想在座足侪少年囡仔，可能很多人他来大学。还在念大学，甚至才大学毕业刚哈无多久，啊，甚至讲咱在座可能也有真侪家庭，加减去听到，啊，是讲家己囡仔嘛去做助学贷款的这个动作，您想看卖这个，他政府这样子做对吗？要求你的利息呢？啊，平常时咱那边税金敢无够吗？为什么他还要求利息？这个是绝对不合理。所以讲哈，我们在无形之中完全被压榨，咱家己都唔知。干嘛讲啊？这好像是对的，好像是应该，其实都是错的。甚至比应该讲，这囡仔就是无钱来，才来家里借钱。你应该讲，和囡仔讲，你根本就免钱来读册嘛。这就是咱台湾政府要做的代志嘛。结果伊弄去起下来什么？中国啊，来台湾一个月还可以领3万块，高中生来读就要3万块，搁来这甲咱糟蹋台湾哦。讲咱是因的一部分咯，各地学校拢真请呀，一个月领3万块，不管你中国来读册，大学生、高中诶，还是要做啥物研究诶，拢甲你补助啊，八八八，够够够。健保去各讲各甲你控送免钱，补助拢讲哦，他们那个不用钱，其实已经很多人都不用钱了。哦啊，家亲。加大什么什么哦，拢甲你照顾啊，好些好些。结果咱家己的囡仔咧，咱偌济人囡仔很准时，卖讲什么二十几岁、30几岁的人很准时，有几个人一个月领着3万块？不要说3万，3万块就好，有偌济，真少。所以咱的社会一直在被这个整个摧残，然后我们一定，咱家己一定要足深的觉醒，哦，啊，咱免透过革命，咱免不用流血，免牙刀牙枪，跌锅倒菜都拢免，咱只要行这条路，然后心里永远放着那个，我们要用爱来建构我们的台湾，哦，过去这些不对的事情，咱要去了解。不要去重蹈覆辙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囡仔后边读册免钱，哦，啊，咱的乡亲，哦，农诶健保，哦，什么农保，迄拢免钱，迄正经拢是咱家己的宝贝，正正实实咱的宝贝，咱就要好好照顾，啊，一件一件事情，我们慢慢把它完成，哈，真侪真侪艰苦人，咱台湾正经足侪艰苦人诶，哦，尤其阮去市场咧讲。发传单时阵吼，咱讲实在啦，去市场吼，去到迄夜市吼，大家已经习惯了，对不对吼？可是吼，你仔细一看，迄经营拢咱家己的乡亲，咱家己台湾人咧做的代志。啊，伊是每个月足侪钱通好领的，无够吼，佮你化工伊要做饭。啊，迄不三不四的人来台湾，嘛是一个月领几啊万块，弄这个。政府咧分给伊呢，这些钱伊要分，系伊的代志。但是重点是什么？迄是咱的钱啊！伊摕咱的钱，伊摕咱的钱去做伊的功德啦。上大的重点就是这啊！伊若要帮助迄伊的代志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的税金我们自己来用啊，你袂使摕阮的税金做恁的代志啊。哦，所以这真侪要求的代志啊，迄、那个。市场我就讲，迄市场阿爸上，你看，逐天哦，阮有当时真早就起床，阮拢去市场分，大家画，大家等下画，哦，等下做生意，卖菜、卖水果、卖衫。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台湾人生活的那一面，哦，他有他的活力在那边。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迄种真侪拢真辛苦。啊，我就希望讲后边咱台湾政府，包括在座各位，咱
真正讲吼，咱大家人拢有足大的责任伫个。咱来甲这个社会创啊足好势。市场当然，咱欢迎大家真侪人哦，想要过去买菜，我们很欢迎。但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咱来去共过好掉，这才是上基本。你爱回讲啊，感觉一个月吼有几万块通啊领。哦，啊，伊要卖菜，无伊有要卖，无要卖，迄拢袂要紧，迄是伊生活，反正以后他变成一种乐趣，还是说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吼，伊对伊家己价值的迄个肯定，哦，啊，迄才阁讲，啊，但是我感觉讲，咱做一个政府，就种基本的生活的保障，咱一定爱共顾啊到，这才是合作政府，哦，才是合作台湾政府来顾百姓。哦，教育是，那是咱互糟蹋的一部分啦、啊。哦，现主席的教育，我举一个咧，现主席的教育吼、哦，其实它是一种威胁式的教育，因为要怎，到即马为止，所有的好，它还有什么？记小过、大过、警告，伊就是甲你危险嘛。他从小从中学小学开始，小学可能较少，但是你看从对中学开始，对高中开始，一直在大学，拢有这种威胁式的教育在告诉你。你若去到日本，去到美国，因有这种的无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因为中国文化，伊就是把你当成贼的文化，伊把你当作贼啦。啊！伊就是家己心虚啊，家己就是贼啊！伊唔只用贼啊的心态咧，家己对待啊！伊唔知讲咱台湾人水准足悬呢，敢有需要伊安尼甲咱对待，甲咱糟蹋？所以咱台湾就是讲，这些学校拢安尼啊！我较早嘛用记过过啊，我嘛有去用记过啊，但是我无咧插伊啊，我是讲实在，我无咧插伊啊！你要记偌济在你记啊？我唔惊大家知啊！哎、啊，伊要创啥创啥？我讲你头毛无加料无够底，其实他这个过程当中都在毁灭你的人性、人的自尊，这就是中国文化。伊无对你人做一个上起码的尊重，所以我们教育被摧残得很厉害。啊，读册嘛爱教育的方式落去读，爱教育的方式落去了解，什么国父的思想，什么三民主义。拢爱教因的方式，啊，物理化学拢教因的方式咧读，包括我进前咧读册，明明迄个老师就袂晓教，奇怪，伊哪会来教这个物件？制度、制图、工程里面有一个制图，我感觉迄人根本袂晓教，伊哪会来？尾啊，咱渐渐大汉，对社会较了解，咱才知影讲吼，原来迄个根本啥物拢袂晓啦，伊是安怎靠关系入去的啦。啊！现在给你开在学校开一门课程啦、啊，我相信吼、哦，在座怎样专台湾这种人比比皆是，尤其因拄啊来台湾时阵，更较严重。咱就怎样讲，唔捌字的拢会使做校长啦。啊，无读册，我哪去公务机关里啊做公务员啦、啊？所以秘书长嘛，赶快讲，一再给大家信心讲。你有才调无？恁绝对有才调，咱免惊，咱那有信心，咱的素质绝对比因较好。因是动车时来台湾时阵，台湾的建设是让因惊一跳的，讲那有这种所在，有水有电，哦啊，去买迄个水泉头插咧壁，因无水就甲咱骂，讲咱。讲咱迄对电焊甲骗，吼、哦、啊！即款故事足多，所以咱基本的素质足悬足好诶。啊，就是讲过去遮侪人来教育上，吼、哦，互因安尼经营，互糟蹋啦，安尼不三不四。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在语言吼，最、哦、简单讲我。刚刚讲，就在这种文化、语言、艺术上面，一定要有一个传承。这两个公道的东西，我头到尾讲，如果地方的地名哈、哦、
甲你无关系，你对迄个地方就无感情啦。哦，所以咱这就是爱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咱就爱甲吹转来，吹转来就是啥文化。我相信吼，比如讲咱的北部族的文化、高山族的文化、客家文化，咱爱甲咱的文化吹转来。哦，唔是讲。哦，时间到啊！吼、哦，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政府哦，地方政府办个活动，啊，你交差，交差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庞大的勾结，唔是安尼，咱是一年趟天，随时行出去，看到就是咱家己的物件，街民就是我们自己东西。小孩子要去上学上课，哦，我要去。客家文化大学上课，妈妈，我要去上课啊！吼、哦，我要去上课啊！我要去客家文化大学上课。新主人这个文化跟他的生活、生命去结合，这就是咱真真正正爱的物件。吼、哦，高山族足侪水的文化，咱嘛知影讲，哎，高山族他那个布农八部合音，吼、哦，这全世界有名的。几十年前就是这个奥运，因为用了八部合音，啊，去给咱台湾过嘛，过赢嘛。这水的音乐，台湾这美的音乐，遐个人他一辈子，他天生就是有那么美好的歌喉，金主人那个合音就出来呀，真正是天籁。所以全世界听到讲，哦，咱台湾有这水的声音、歌声，真的是叹为观止。澳洲。上好的音乐家来台湾去听到这個，因拢惊到。这就是咱家己的文化，咱来保存，这咱咱的宝贝，高山的文化，吼、哦，平埔族的文化，我讲客家文化，这拢上好的物件，咱一定要给它保存，啊，跟咱地方要结合，吼、哦。所以语言我们一定要保存，哦，好多话客话，然后英文、日文，这个都是未来必修的，因为哈。哦只有你去保存一个语言，语言是文化的根。咱爱去保存这个文化的根哦，才有可能把村的文化去给它摊开。艺术、美学这些血脉，你才有办法传承。像高山族，因近年有高山族来，伊把伊日本名下起嚟啊，他恢复他的日本名字啊。啊，不然国民党来了啊，把伊名改掉。啊，结果他们，你等于把它断了根，那这个根我们要爱去给它吹回来，吹回来了后，它的尊严，人的尊严就自然回来的哈。那、啊、这些文化，这个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美学、音乐，这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一条一条都给它吹回来哦。我们有自己的很好的东西，咱家己爱怎样讲，咱来家己去宝贝这些物件哦，唔通啊，像安尼。迄高山族就甲我讲啊，讲因一家伙啊吼，有两种姓啦，一个被改成姓周，一个被改成姓张啦。啊，刚家中那样呢，所以我讲现主席这个要求政府，真的是把台湾的弄得乱七八糟，因爱家己不爱去改名改姓，对不？因爱家己不爱改，啊就讲强迫别人要改。啊，若讲到这個，就是讲哦，我们咱因为咱的母语，现主席咱的母语，客话也好，普通话也好，高山文化，啊，咱咧讲北京话，当然有口音啦、啊，伊就甲咱讲无水准啦、啊，啊，结果因家己人迄几啊省的迄个来的人，讲迄口音遐重，伊拢讲外省伯伯讲话有口音，很可爱，对不？我们直接挑起这个仇恨，只是说真的是太过分了，过分到吼，我就想这边做一件代志，但是我袂使公开讲了。啊，你讲我一直就是讲，我咱一定爱唤醒我们自己，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啊，未来要安怎走？吼，简单讲下呢。啊，个价值观的部分，像讲这价值观的部分，伊在价值观里拢教你，就是我头头一开始在讲，它是种交换式的文化嘛，所以伊地方甲政治拢甲做伙嘛。哦，你要安怎吼、哦，你就要支持某咪人，吼、哦、啊，你若要包这个工程，你就要给我偌济钱。
哦，啊，我想要做这个官，我你给我安插一个位，我给你多少钱，啊，拜我也给你什么好处。所以这种价值观，我们都要把它拿掉。哦，我就常常举一个例子，讲啊，这个价值观吼，在台湾吼也慢慢在形成。咱现主席就讲，咱去拜拜嘛是拢安尼啊，会拜托神讲啊，你来给我安怎安怎，我就过来给你拜。好、哦，我后抓来会穿更加澎湃的物件来请你吃。咱嘛甲神明咧讲这款话啊，所以这款交换式的价值观吼，咱爱甲慢慢啊甲摆掉、摆除掉，因为咱讲实在，伊那是神明吼，伊绝对袂甲你交换的啦。吼、哦，咱去拜神明是咱欢喜甘愿的啊，咱求一个心安的啊，那也是去甲伊交换。啊，伊若要甲你交换，伊绝对毋是神明啦。吼、哦，迄绝对毋是神明，迄绝对是。中华民国为政府，好、哦、啊，这就是说到讲咱农民啊，我这是简单写讲农业跟农民，其实咱的劳工，哦，咱几啊百万啦，万人的劳工啊，甲渔民，这东西啊，咱来去照，给因照顾甲搞的所在，吼、哦，医疗全部免费，啊，咱怎样讲哦？迄、那个，像讲即马落雨。啊，因为我较早嘛行过足侪农村的吼，全台湾，我正经是为北部吼行到上南部屏东，我去看足侪迄个饲鸡的鸡场吼，啊个猪场。人讲，人像即款天气吼，因咧饲鸡的人吼就爱烦恼啊，啊是风较透着较烦恼。那在座恁有农家出身，你就知影我咧讲啥。鸡吼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那消化这款天气吼，因为鸡价吼在吃吼，死亡率就会提高。那死亡率提高以后呢，你看头前伊真侪饲料在饲只鸡价，啊遐农民他很辛苦，逐工早起爱去顾鸡啊，爱去饲料，还有啊巡过伊那农场。他花了这么多心血，花了这么多钱，买好的物件给鸡吃，买饲料给鸡吃，然后那个鸡只的死亡率一提高，是不是成本就变高了？他前面的工作全部都浪费掉了。所以，咱不管种田也好，饲鸡、饲猪也好，种果子树啊，事实上你碰到任何风灾，它的损失率一定是提高的，所以当中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价格保证。咱台湾农民就怕病，吼、哦！你看咱做的水果，咱做的水果，张湾就只食水果，弟弟咧我都讲吼，咱台湾水果有寡好食，白白同款的水果，你摕去东南亚吼，种袂水，是安怎？你若摕去中国种，你嘛种袂水，为什么？因为咱的台湾的土水吼。过料就好啊，农民就怕病，哦，那这些这么努力的这一群人，咱是不是爱好啊？个照顾，迄是拢台湾人的宝贝呢，哦，很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价格保证。啊，因为一般农民看唔知工，哦，譬如讲咱讲计划栽种就好，计划栽种，有的人讲啊，这个物件好谈，哦，规定都要去种迄，哦，这个物件好谈，啊，我即马。较紧哦，土个缓缓来，搁去种别项物件。结果到了一个时候，全部这一区全部都在种同样的东西。那像柳丁就好，哦，柳丁计小好几次都崩盘。我家己真爱食柳丁，啊，就食到真经流目屎，讲要流出来。一粒柳丁一颗啊，啊，那个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计划栽种，但是咱袂使讲怪公民工一无计划栽种。我感觉讲，这咱政府爱去做的工课，爱去做帮他们做这些。好，下面我讲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种经营跟管理行销，咱爱去甲斗三工，因为因咱这就是讲社会的分工合作。伊真够种，咱袂晓种，啊就互伊去种。爱种了啊，伊爱卖摕出去卖，咱爱甲斗三工。因为我们知道哦，怎么样用这个东西来规划产销规啊体系。哦，拢个建立起来，可以所有种的物件拢会使提出去卖，
啊，都卖到不错的价格。咱个倒三港嘛，咱政府就是爱做这款代志。你袂使讲啊，叫农民阁种，种种个伊即马阁爱烦恼讲价少偌济，啊，阁要摕去互虾米人，阁卖互虾米人，摕互大盘，要找倒一个大盘。啊，搭这个大班，互我介绍，靠我就去找伊。啊，去啊了后，伊个大班佫甲抬介绍，抬抬佫无剩无偌济钱。现主席足济情形，恁呐，大家为农村出来，一定知影讲这些情形其实非常普遍，每天都在发生。啊，咱袂使硬蛮讲，现主席这个民间组织，中华民国民间组织，我们不能，咱袂使甲硬蛮啦，咱爱家己乡亲，家己来过。咱台湾政府，我还是说。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做。哦，啊，咱台湾人才足济，啊，一寡少年囡仔，吼，啊，有些很有经验的一些企业经营管理，哦，啊，只要愿意回到，哦，你的在地，哦，农村也好，渔村也好，哦，啊，咱来做伙打拼，少年的老的拢会使入来，哦，来建构我们自己真正哈，哦，对生活有保障的家园。哦，这就是我头先讲的，也在地的文化。你文化没结合，永远咱就来讲，咱就是啥文化的流浪汉呐。哦，像我去国外，我发现一个情形，就是讲，咱煞无啥物。咱想讲，有当时你甲国际学生做伙，因拢侃侃而谈呢，真的呢，他们都侃侃而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的代表性的服装是什么？人拢提出来，咱台湾出去拢提袂出来，这款情形我拄着太济啊！哦，上简单，日本人迄个 kimono 和服，当他在一个国际场合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正式的，因有分足济种的迄个 kimono 和服。哦，像一般的宴会场合，因有迄种的，他们因的和服礼服式的。就是一般宴会穿的那种和服，啊，基本上譬如讲哦，咱有国宴好了哈，哦，那种外交，还是讲那种政府的那种大的场面，他们还有分，伊嘛是很正式，安尼也是穿出去啊，啊，人拢干嘛讲足水的啊，啊，这就是讲，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拿得出来，给咱台湾特别出来。啊，好佳哉！其实咱有，但是一直没有被发掘，不是，一直被压抑当中。所以这边阮去日本，咱就请高山族穿因的服装，人看到拢感觉讲这足水的，弟弟要找因遐个囡仔翕相，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啊！因就知影讲，哎，这里台湾来，哦，阿拜咱的囡仔，咱的大人出去国外，拢有法度提出咱。搭伫咱骄傲的物件，咱的文化，台湾的特产，哦，拿我们的服装，哦，拿我们的一些美学的元素在里面，哦，拢会使提出去甲因展。嘿，阮这就是代表咱台湾。阿边出去国外，你看到这个图案，啊，这就是代表台湾，不是讲看到国旗就好啊。其实吼，其实这种文化东西，它的渗透力比政治还强。那像咱看迄个拍球、拍野球。我是拢讲亚球，即马拢讲棒球，啊，其实亚球这个才是比较原始的语言，啊，是讲拍篮球，你看迄渗透力足强诶。你讲中华民国也好，哦，因迄出去也无人要插因呐，哦，当然迄甲咱无关系啊嘛吼，啊，但是你若讲台湾，讲实在在人嘛无讲介济啦吼，可是你看，我们只要有一个很好的球员。在运动场上表现很好，另外，伊的渗透力有多强？啊，遐真侪，另外，伊的拍野球，迄几啊个，王建民啊，郭宏志因呢，啊，迄拢台湾囡啊，你看他的渗透力多强？大家拢知影，因为台湾来，啊，日本的职业棒球嘛是真侪台湾囡啊，但是咱媒体较无咧报啦，因为我们媒体仇日嘛。所以其实咱一寡台湾囡仔，今后台湾囡仔出去日本咧拍野球，他的成就很好，但是媒体无啥咧报啊。哦，那这个咧牵涉的代志太济啊，所以我刚刚拢讲说，这些文化我们自己要带出来。啊，囡仔出去搞人体育比赛，他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因为他代表了，一代表讲几啊年来
台湾，你伫台湾迄块土地生长受的教育出去，人看到是这个物件。啊，伊的过程当中，伊有受到那种熏陶，很自然，他就会表现出来。哦，就是我头先讲，伊就会使讲啊，我这件衫，我、哦、这是我的客家的服装。人我讲国外他们一定会问，因为伊毋捌看过。这就是咱的特色啊！高山一款设计的那种元素很漂亮，这就是代表台湾啦吼。啊，卖讲出去啊，就一粒梅花戴遐有够歹哦！我看伊头足疼，永远就是一粒梅花。啊，在座几个人敢看过梅花？我要请教一下，无几个啦，有啦，我想有啦。但是那个代表台湾吗？没有吗？绝对代表不了台湾嘛！啊，梅花，啊，台湾遮侪遮水的花，那第一梅花。啊，伊迄设计吼，你看伊现主席迄中华民国的迄即个民间组织吼，逐项设计拢是甲你放一个梅花啦，竟然阁有啥物梅花餐啦，嘿，听着就想要吐啊！啊，没有一点有创意的东西吗？都没有，完全没创意，都是用那种政治思考啊，硬邦邦、很僵硬的东西放在那边。哦，我就会去啥物提倡梅花餐要节约。讲迄拢因咧讲诶，家己迄一顿拢几啊万咧食，因咧大官鱼翅啥物拢咧食，食物件拢足浪费。因为我真的曾经亲眼看过很多这种所谓的政府官员，就是中华民国的组织，民间这个组织，因去食物件偌浪费呢？正经哦，我讲实咧，因为我亲目睭去看着，因为迄钱拢百姓诶钱嘛，伊无咧甲你疼惜嘛。所以现在拢叫几多啊？你讲迄政府官员食，伊拢叫几多？啊了后，迄菜拢剩足济，因根本就无咧食。因绝对无去想着讲，咱社会艰苦人足济，啊吃东西很浪费。我最近在提倡那些，我甲伊讲，诶拢是那个我不要骂脏话，抱歉，诶用用要讲出来，哦啊观光与地方，这就是。跟前面我们可以做结合哈，你有在地的文化，有在地的这种哈人文的美学地带的哈，你观光哈就会出来呀。人国外的人要来看啥？伊唔是要来遮甲你买名牌包呢？伊买名牌包要创啥？人因遐国家俗，款式更多，他要来看你的是在地的东西，哦啊，食你在地的物件，哦。那我们这个观光就是可以连线啦、啊。咱台湾足侪好所在呢，你看阿里山起码中国人足侪、啊、但是我是举个例，阿里山是全世界很少哈。咱台湾尤其咱台湾的那个地理环境很特别哦，它从平地，它是一种气候，一直到阿里山上面哈，经过了四种气候：亚热带、哈亚温带。诶，迄、那个啊，国上关迄个寒带啊，这种学术名词我看唔知，就是讲你若一天以来，你会使经过四种气候，这是全世界真少有诶呢。全世界当然迄大粒山真侪，但是你要从热带跑到寒带那种，你爱背足久诶啦，爱背一礼拜。咱台湾这个很特别的东西吼，啊，像咱新竹州，迄同诶，现主席咱这个同关有迄、那个。皮糖有无哈？几啊千块的迄个皮糖啦，皮糖，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光资源。可是咱的中华民国的民间组织从来不去管这个事情。那我们要把这些特殊有的地方的迄个地理环境哦、特性哦，我们变成一个观光的主题哦啊，然后呢，从国外的人下飞机了后，伊就使沿路佚佗，吼、哦，啊，我们把它演变成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甚至七日游，然后我们可以跟别的州去结合，吼、哦，咱北边有台北州，然后南边有台中州，然后我们的右边有跟高沙族联合在一起，这么丰富的观光资源，不但你家己的州会使做会到的代志，还可以跟别的州连在一起。这个就是全国性的东西，哦啊、那我们要用什么去吸引人家？我就讲过啊，咱来用咱家己的特色啊，咱家己的文化啊，哦、啊，比如讲咱个高山族，
即马一过去，去到隔壁，哦，就是高山族的迄个特有的文化。这样的观光客他一定会非常期待，说我要来去看恁高山族吼，足水的迄个图设计，啊，要听恁的和音。哦，不管什么族，其实咱的高山族正经，我足钦佩，因为歌声那家伙，咱一世人拢无法度唱遐。遐水的歌声出来，啊！因凊彩一个人、两个人，迄个合音就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特点呢。咱无爱，咱无定讲一定爱去国外哦，去坐咧歌剧院，啊，西装穿了水水，坐咧遐哦，那就足高级的哦，听迄交响乐很高级，没有错，他们有他们很好的地方，但是咱嘛有咱足水的所在，咱家己拢唔知。我希望说我们把这种很好的地方元素客家元素进来、哦啊、让他来看你爱来台湾这家可以看得到我的东西，我们要把东西保留在这边，我向各位报告，这也才是我们可以得到国际尊敬的地方。他不会觉得说、哦、你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哦、很漂亮，但是你的元素是采用他们的元素去设计的，你去模仿他们名牌的东西、名设计家的东西，伊无一定会甲你尊敬。但是咱有家己的物件，伊绝对会甲你尊敬。咱就是爱甲我们这种带不走的东西留住以后，让他们进来，哦，好多天在这边游览，又可以创造什么就业机会，啊，咱里里外汇。哦、一直进来，虽然到时候我们钱已经很多，可是钱不嫌多嘛，哈、哦。阿姨那边来给咱观光，那么就欢喜嘛，哈、哦。阿兰红一关先进的国家，我们尽量让先进的国家进来。为什么？恭喜在人的水准较悬啦。好、哦，阿、啊、人的水准看法，才袂讲像即马中国观光客四季给咱配嘴烂。阿、啊、来遮来给咱糟蹋啦。我看伊那巴士游览巴士一过，哈、哦，你看游览巴士边啊，哦。都是垃圾，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阁会使甲各位讲，我伫倒位看到台北的民权东路遐有一间迄免税店呢。哦，大家拢干呢啊，孤立遐，有够歹看的。啊，遐食物件、食粉吼，底下讲话，然后那个游览巴士一走开，全部都是垃圾。咱干卖互即款人来咱兜？迄若换做讲，请你即款，你有即款朋友，你敢要回去领导坐，食水果、泡茶、开讲，无啊？所以咱来请迄款，咱我们尽量让那种高水准的国家来参观，来做观光。啊，大家看久嘛，水准也会悬啊。囡仔看久伊嘛讲，哇，迄水准足悬，这种潜移默化效果其实足大诶，吼、哦。所以讲观光是足重要诶物件，吼、哦。趁钱以外，阁会发展咱在地的文化，那产生的周边的影响的迄个效果吼，足大足大的啦吼，就业啊、金钱吼、人民的教育水准等等都会提升。吼、造证现主是全台湾无一个所在、一个城市让人满意的，有吗？如果有的话，恁即马甲我讲，吼、哦，啊我以我安尼的。台湾、哦、土生土长的，我很主席没有一个城市让我满意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规划嘛。那然后你看，细轨你去到都一那个道路其实都一样的嘛，哦啊，交通一样的乱，然后我都摆拢细轨停，啊车拢啊哩乱塞，然后街景永远是招牌那么的杂乱，啊大家生活空间拢足歹，迄品质拢足歹。啊，一直安尼人烧开，啊，甲车呢底下咧烧开，所以呢，我在新竹州，我有个构想，啊，我希望他一定要把它，我一定要把它实现。只要我得进来，那我接到捐款，我绝对来做这件代志。我要建立一个模范城市，所有的道路重新设计，所有的住宅重新设计，哦。好，大家住了足清幽，足舒爽的。啊，唔通讲客来客去，像咱现在的所有交通很乱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种人车分道的管制嘛，哈，还有那个规划。啊，我就是讲，如果10万坪的范围之内住5000人，哈，平均每个人可以分到20坪那个活动空间，其实很不错。
那这个我们再慢慢规划。啊，厝吼，卖安尼一栋起一栋吼，啊，像现就是，我想真侪人嘛是拢住一款所在，因为建商他为了赚钱，迄楼房都给你起啊足悬的，啊，内底拢密密麻麻，真的吼、哦、比蜜蜂还辛苦啊，好、哦，所以。那个太拥挤了哈，这种就是人啊，你大固人会破病，绝对也破病啊。那个心理那种压力，那种压迫感哈，我相信，所以咱台湾人拢爱出去造屋吧，就假日全部跑出去。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哈，哎，假日当然也有人会出去啦，但是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家里，为什么？很舒服嘛，他除除草啊，过野灰啊。哦，因为在生活空间足开阔的嘛，哦，所以咱台湾是用一假日大家出去，结果外面更挤，比家里还更挤。然后回到出去之后，你一定很后悔，为什么我今天要出来？车咧小客，啊停车拢找无位，哦啊有啊有诶，迄车咧乱塞，你嘛想要甲错干辣椒，然后你就很后悔。等回到家里以后，你才发现哦，家里好温暖。弟弟想要回去啊，可是你再待个一下下，你又发现，哎，厝呢还是一样的挤。啊，咱台湾就是安尼啊，一直在循环这些事情啊，哈。啊，这种人口密度啊、教育啊、环境，咱都爱规划哦。五千人的人口，有多少小学生，多少中学生？哦，我们是不是需要设立那种社区大学？哦，来这种。我们根据五千人，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了哈。啊，五千个人来对，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上的管制，不是讲哦，像咱台湾，只开一间什么手机店，边啊就开几啊间，啊，大家在遐抢生意，咱台湾人经营足可怜的呢。这种我们都要管制哦，在这个商业区里面，这商业区来对，咱爱偌济。你这种店敢那会使几间？哦，比如讲日本料理店，你敢那会使开几间？哦，啊，你这台菜店你也使开几间？哦，手机店你也使开几间？这不但是对你咱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嘛是吼、哦，对我们那个生意上的一种保障。无大家抢啊，对不？因为港捷所在手机店开十间，大家绝对削价竞争嘛。那你结果你的生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所有的头家绝对都没赚到什么钱嘛，大家刚才抢那块饼而已，所以我们就要去控制这块米啊。我们透过这种人口哈，那种模范城市的建立，把它商业圈规划好，住宅主题区咱那个规划哦好，哦啊道路啊学校这拢个规划哦好，哦啊这创好了，拢起好了后，这里没有预售屋。我一定要起好了后，才请大家来参观，吼、哦！啊，咱熟熟啊，卖，甚至如果有条件的，我们都可以送他，吼、哦！那让大家住得很舒服。来参观以后，开始讲啊，你要搭几间，搭几间，哦，这都是细节技术问题，我们慢慢来规划。最重要的讲，基本上这种模范城市，我们一定要去建立，好、哦，然后建立，然后。第一代的改善，我们可以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滴滴做落去。啊，大家规划，然后呢，我们慢慢，咱就讲很主席所有的乡镇区，哈、哦，这种杂乱的现象，那个盖过啊，人口啊，慢慢啊，给刷过去。啊，刷过去，你若讲去住好的所在，你回头转来，你绝对不爱住咱即卖厝啊。好、哦，那种生活环境，你绝对就，你绝对你就。住好的所在，你歹的所在，你就不爱回去住嘛哈。咱透过这个方式，把咱的生活品质来个改善，哦，大家拢过了真好势哈。啊，别讲啊，客来客去，因为这种也是还有一个问题，就讲你人吼想客吼，这种心理问题都会产生的。咱人会变作较心会较歹，啊，较无礼貌，哦，因为空间有限嘛，啊，空间有限，大家小客。干妈讲小客是很正常啊，我想在座一定大家经验拢足侪，你啊有当时大家小客可以弄掉，干有几个甲你回失嘞？没啊，因为伊个干妈讲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透过这个影响力会非常大，咱来做这件代志。交通嘛是很主席的心得句哈，我干妈讲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新店区的面积非常的宽，对大汉溪以南一直到现在目前的北埔香山都是新店区的范围，我们隔壁还有我们挖那个高山中一部分还有高山，我就在想说这个面积那么大，我感觉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捷运系统，它是一个很庞大的捷运系统，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要照顾我们自己的乡亲嘛，所以我刚刚我们要去建立快速的道路系统跟捷运系统，透过这些系统我们可以改变人口的那种生活那种密度，人的不会过不说过多集中一个地方，你过了很艰苦的，那可以去规划他的居家商业观光等，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去改变，慢慢去改变，而且我们这个不会受到官商勾结的影响，因为我们台湾政府贪污绝对是死刑嘛，然后我们就说这条道路我们应该规划到哪里，这个捷运系统应该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不可以说那里有一个大官引导带在那里，我道路就稍微改一下，这个捷运就起在引导门口，不可以这样，我们就叫部来，然后认真的去规划每一条道路系统，让每个人都生活很快乐，不要说有人要上班我要拼到哪里去，不用啊，我们捷运系统一建立以后，这种辛苦的通勤，当然有的人他可能愿意，那个另当别论，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规划好，让大家交通都很方便的，也可以做观光嘛，媒体现主席的媒体我想很少人满意啦，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媒体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它教化人心，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商业媒体太过多了啦，百多台呢，我们台湾还有那么多台，所以那个都是 官商勾结之下的产物，我们已经要拿掉，不可以我们的电视不可以去加那不三不四的东西，已经两两次了，我想我应该结束好，我把这段说完就让大家休息了，我们不三不四的东西说教你说要买东西啦，那个包包很漂亮啦，然后新闻都在报道下某某某某跟谁在一起，又去开房间，又去跟谁离婚，又交了什么新的男朋友女朋友，还跟什么他的什么大腿很漂亮，都跟这很糟糕的东西，我看得真的很难过，电视都在给你报这个，没一项对我们 有帮助的，所以这种商业电台我们以后当然在台湾政府要把它拿掉，至少我们要去规范它，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电视台教好的东西，教孩子教大人好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用说晚上在那看大话新闻美到要死了，美美也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东西去建立起来，那传播正确的东西，那我就简单讲到这边，希望大家来继续为我们台湾打拼，谢谢。谢谢格力，格力，休息十分钟。